那如果我说不呢？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我们查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在公司为你的朋友们私自操作股票账户，作为基金经理，你这样做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根据公司规定，投资管理人员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向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投资活动，单就这一点就足够让你失业了。我让你辞职啊，是给足了你面子。大哥，这都几点了，走吧，他来不了了，再不走赶不上飞机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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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